好，我们每周校友会年终抽董事长，还有我们所有的理事，还有行政会长，还有我们包括我们代表处的技术长，还有同仁啊，还有我们来自日本，来自台北啊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位同仁校友们，还有各位嘉宾，大家晚安。各位刚刚已经看到两位，我们包括市长啊，还有我们立法委员那个许世杰哈的一个致贺的。那我想我们雄中校友在世界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。那当然我们在高雄啊，在地的高雄非常高兴，就是我们在地的我们校友陈其迈市长担任我们市长哈，担任市长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了吧。四年来我跟着他一路走来哈，真的觉得非常的与有荣焉，但是也非常的辛苦了哈。觉得我们市长在第一级市政的部分，绝对是非常非常用心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，在市长室里面哈，我们如果要去跟他开会，他是就好像医师在看门诊一样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会谈哈。他非常的勤奋不懈的在监督我们市政，在督促我们市政的一个推进哈。那每一个环节，他都掌控的非常的好。那我相信，各位在这个媒体上都应该有看到过，其迈市长的一个施政的部分。那曾经有一份调查报告在近期哈，就我们报道我们市长的满意度高达81%啊，81%。这部分就可以说是市民给市府团队鼓励。不过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还是很多了哈。那我也知道今天的时间非常的有限，我会尽快的把这个部分来做跟各位来做一下报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同学可以打一下。是真的东高兄，每日真出高阳城，前阵高山到左营，大家小巷阮知影。一心一心接西东，三道转弯头小港，四围大路水荡荡，五湖街路转转人，来去六合西夜市，七贤八德是林家弟，九如十全好兄弟，高阳高阳我爱你。是真的大高兄，每日进出高阳城，前阵高山到左营，大家小巷阮知影。一心一心接西东，三道转弯头小港，四围大路水荡荡，五湖街路转转人，来去六合西夜市，七贤八德是林家弟，九如十全好兄弟，高阳高阳我爱你。
前阵高山到做影，大家小汉阮知影。一心一心吃西东，三路转弯头小工，四围花路水当当，五湖街路转转人。真个东沟兄，每日真出高阳城，前阵高山到做影，大家小汉阮知影。一心一心接西东，三道转弯头小工，四围大路水当当。五湖街路转转人，来去六合西雅市，七贤八丁是林家弟，九如十全好兄弟，高阳高阳我爱你。是真个大狗兄，每日进出高阳城，前阵高山到做影，大家小汉阮知影。一心一心接西东，三道转弯头小工，四围大路水当当。五湖街路转转人，来去六合西雅市，七贤八德是林家弟，九如十全好兄弟，高阳高阳我爱你。真个大狗兄，每日进出高阳城，前阵高山到做影，大家小汉阮知影。一心一心接西东，三路转弯头小工，四围花路水当当，